是吧？你说，如果我要结婚的话，应该选择哪一个女孩子啊？你是过来人，比较有经验，要不你给我点意见呗？是，听看看。第一个呢，我喜欢她，但是她不喜欢我。这个不行，你肯定选第二个的。第二个呢，我不喜欢她，她也不喜欢我。baby，我想你了，我们一起去看电影吧。快去快去。什么？是吧？你说如果他妈住院了的话，我是不是得先去看一下他妈呀？你跟他说呀。看你妈。是吧？其实他妈病得挺严重的。有人。傻子。